别管这么多啊！完了，这个楼上还没有枪，绝望，直接记。你这四个路就不统一，别人四个人跳楼顶，你这就俩人跳，还掉几个？是的，怎么玩吧？这已经开始抽靶了。哎呀，你这就等你上来呢。完了，一瞬间，哎，危机。 USG 报仇，你看，节奏都一样，跟 V7刚刚一样的，<笑>蹲车，就蹲你上车的那一下，漂亮，零一，好准，太准了，这个距离，200米吧，当当两下，哎，直接给我笑。哦，晚上以诺丁克一定要上打电话，然后问朴老师的，要问一下以后怎么去打，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怎么针对这个？<笑> Q的回来一定是无极，既然选择了，就得自己去面对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 USG 上来怎么先把小刀打倒了？哎，翻窗！但这边黄一鸣的话也是出枪很快啊。哎呦，小心没事。但是对方翻进来了，小心他还在被闪。哎，一丝。哎呀，这直接卡了一个死角，在出入口的位置。 这有点秀才遇见兵的感觉，你这哪想到一车四男直接扎进来？就这样对打Nava的嘛？<笑>要扎他豪宅，嗯，这太离谱了，这个说实在，他也太喜欢走你打巷战了吧？我只能这样说。对他好喜欢打那种够，对，上来就倒了，还这乱拳打死老师傅，真的真的，哎呦，真的太难了。从来没见过有一个战队的打法如此之奔放啊！是的，New Happy 那边好像遇上了17，补掉一个。 又被打了一个，哇！又打掉一个明灭，49出来一比仔，还有乙，不走了，开机。后边还有枪线，双方都在护乙。是，火机上了。哎呦，这一波刷屏带走了New Happy速九，这个位置应该还能救，南边没人。这边好像是有枪线在抽啊，那边。对，嗯，能扶能扶。问题不大。 先几之前被达纳瓦给围了，然后就卡在半路又进不去，然后达纳瓦是整条一条直线排开，然后去限制先几的，然后因此捐了一个。然后 F 2那边好像还逮到了一个 GS 的选手，被打了，哎呦，这个子弹太密集了，这个枪线，这集火打的防弟弟。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，对方又在圈的一个边缘再去强攻的话，其实没有任何的优势了。找了一个其他角度，点不动，稳住，再打。聪聪这里有掩体，直接放倒了小北和49。掩体两波 pick， 直接是打倒了这两个选手。线路等了很久了，在这里，就等这绕圈的队伍了。 打路的先打掉了崔西，不过也能打一个吧。哇，对方有打路他是听见声音了吗？这就感觉纯是预瞄，纯是意识判断。好快的枪，好快的枪。我另外一边的话 ，Rita 是把阿伟给连打带补了。现在天霸又只剩下了林树。 他只要能够踩到一个圈的边缘，保住车辆载具，方便下一个圈的移动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因为确实是一个慢打节奏的情况下的话，你没有必要去争，看上去就可能在当下圈比较些位置，没有必要啊，就在圈边缘待着，跑车。哎，巨幅这波达纳瓦，哎，没了，这一波刷屏带走了达纳瓦，这。 导播刚一切过来就看到了大Nava的一个先来了嘛，对吧？先磨了一下，这得磨一磨刀。他们这种性格、这种打法，队伍觉得没有磨刀石，有时候真的打不出来，打的难受，太钝了刀子，使不出劲。确实。这 BL 有没有想法？这个他其实可以贴到KDF那个斜坡下的。林树还打了一个。 这边有两个，看一下林树能不能再打一个。啊，没了 ，SR 一颗雷直接解决了林树。现在方这个点位确实是不好起身啊。对，熬着，坚持就是胜利了。
快躲！哎呦，这颗雷，还是 KDF 的补枪，太难受了。这个时候真的就希望山下的大哥枪法再准一点。Jufu来了。来了，打掉了。是的，剑姬被淘汰的时候 ，Rinba 一颗手雷还把小海给炸倒，炸掉了，剩下龙腾拳和小鹿，还是很被动啊。那Jufu过来之后，很好清。天路现在这个位置依旧不在圈，一高眼一级卡这个 USG。USG 真的是左打右打，他刚刚还把小熊给打掉了，不还好？我们看到右上角的一个信息，旺仔是先放到近点的人，里边也在打。这边囤积的队伍还是有点多的。嗯。好，看风 M 两个人不在这趴着了，选择去这个全中心趴着。巨幅继续磨刀，然后把 GX 给淘汰掉。哇、哦，好磨，磨了八个了都。淘汰了。老弟没雷了。队友跟上，雷龙斯哥跟上。还有雷，龙斯哥这么多雷，就给他来一颗啊！两个人一起扔个集火雷，我觉得。雷加枪的配合。天幕感觉也只能走到这儿了。没倒，没倒，马入没倒人。这再拖的话，完全过去欠价了。啊，终于炸倒一个，十几个淘汰，这局 USD 这两个肉眼队伍真的不一般呀、啊。但是你碰见谁了、啊？呦，老再来一个漂亮、哎、啊！老局这一局也是淘汰掉了 USG。那这一局其实看巨幅吧，巨幅要看想想。尽量别掉人，保持满编进局在圈，因为场上这个 KDF、TBL 这就待不了，就能下去。哎，有车有车，这两枪，小杨，小杨也很准，这两枪真的很准。小杨原点，他的一个连狙也很准。站过来帮队友忙，没事，兄弟已经到了，安全。不要怕，我们在。十个淘汰啊！现在巨幅十个淘汰。现在场上看一下 GBR 那一边倒了一个啊，这么远给泼死了吧？啊 ，KDF 打倒了一个，能不能补掉？补了。巨幅现在他的状态真的很好，拉屎哥一个人拉出来，本来想做点事情嘛，难道是？结果还斩龙洞拳的多时间吃到闪伤害了啊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这一波的话，龙洞拳真的没有操作空间，没有一点。哎，小心，千万不能倒。对的。十二个淘汰的巨幅，现在其实也要给足原点 KDF 包括 GBR 的压力啊，让他们俩会先开始。这个头线看到没？这哇，这第三个淘汰了。不是，你看他这个速点的 mini 就暴击率。哎呀，这不叫给压力了，这叫轻松抽打。哇，这波磨好了，这波。这已经磨好了呀、哎，完全体。三不死，三不死。有黑兵来就倒了，我知道，有黑雷，没雷。有黑兵，我要跟你吧，管不了他。行，我今年来人了，我赢了。左边我感觉，你们俩看我位置，我这来人了。在局面来看的话，最好是 KDF 两个人在跟 GBL 交手的过程当中都有倒地的情况发生。小杨出现又把阿卡德给打掉了，以后呢 ，GBL 是可以找到机会去过来了，要小心还是？对对对，哎，阿卡德倒了，看他一直在找机会。要小心这个 pick。是的，先把 KDF 卡死，只是最后一个，被闪了。先闪，好急！这几秒钟，这两支队伍全是全白，我跟你说。对，白屏，全是白屏。小五和对面两兄弟全是白屏。对了 ，KDF 已经被淘汰了，四打四，对。小杨的枪线很关键，顶了，不管了，拼枪吧，小五先打了一个，先打一个的准。机标正面完全挂紧，补枪 ，nice， 再打一，再来，对，枪感很好，漂亮，恭喜巨幅，18-2，在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成功吃鸡，单场28分，这就是巨幅，直接。